欸，我合租两个。啊，你拿到什么？我合完两个啦，要给你一个。我丢地上啊。Thank you。好，这可以做、哦。就可以制作啊！你看左边不是有个工具的那个图案吗？你点生存啊，就做那个木矛啊。然后树枝跟一个缺口碎石，你去旁边那边搜索搜一搜就会简单了。他可以拿单手，也可以拿双手。对。这是最基础的武器啊。然后再来就是什么食品那些也是这样子去搞出啊。你前期总要出血的东西，不可能都用搜的，不然会死。然后现在要把它装备，用双装双手的话会比较强。是这个游戏会 DK 到吗？嗯，好像会哦。好吧。香水，你可以找个地方先把它放着，反正那个东西。根据经验，他应该是不会不见的，他就一直在那边。他会一直在那边哦，他就会一直在那边。所以有时候会用来，就是你会放一些东西在房子前面，然后做记号，就是这洞你已经搜过了这样子。是一些小技巧。我身上有9M 子弹，有5发的样子。这个游戏你开枪会很多这样子过来。OK。不是室内拿小枪可能还可以玩一下，你可以试试看啦、啊。而且这个游戏它不像其实啥、啊，它看你的角色，你的角色假如说你的准度那些瞄准很烂，你会射不中。等于说你是一直赢过来的，啊，对，你说旁边如果捡到野果了的，你还没看过药草书的话，那野果是有毒跟没毒的，你不要傻傻全都吃，等下你就中毒了。神农尝百草啊！啊，如果吃过中毒，会学到知识吗？我没有扣血啊，就没有是啊。会生病，我们来收这洞啊，看一下附近有没有怪。哎，用走的，用走的，不想赢太多。里面看见没有？我们说，哎，你把窗户打开，让我们爬进去。你说这个放久一点，它就有机会打开是吧？对啊。我上次用了20秒没有用，我就以为没有用了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开了，其实这个可以翻过啊。你靠背，你要怎么进来？你按右键啊，然后按打过去。哦。然后把窗户关起来，窗帘把它拉起来。夹克，书接风。669可以干嘛？有一些是玩具啊，没什么用。Black chess， 西洋棋。把撕掉。好碎哦，这个里面好多物资哦，这草莓种子，这采集类这种东西。那那个书本就是它就是没有什么专业的东西是吗？就是普通的书，就打发无聊用。就你一直没做事会无聊，就看看一下书就可以把它消耗掉，然后你那个无聊值就会减少。无聊水平 OK， 不快乐程度还有疲劳。我、哦、这里有好像有东西吃欸。我、哦、这个柜子。
面锅，锅子要带回家吧，对不对？负重不够的话，可以先。其实要正常要拿，你要优先拿那个会坏掉的东西要优先拿，然后不用煮可以直接吃的那种。There's another nest. 像我会拿那个塑胶袋跟购物袋，因为它可以再装东西，可以让你身上可以带更多东西。妙脆角，我把罐头收起来，然后我吃掉那个什么妙脆角。可以啊，反正那种罐头的话，罐头后期有用，只是前期带这个蛮重的。那算都拿一拿啊。笨 game， 吃的东西不会回血，我吃饱了。勺子有要带吗？